早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360财经台，我是黄俊宇。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05醒神前瞻，同大家分析当日嘅策略嘅。咁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有国龙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林家亨先生同大家分析今日嘅策略嘅。早晨，林 Sir。早晨啊 ，John。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林 Sir。系啊，琴日个市咧就如阿林 Sir 所预料啦，就会跌咗落嚟啦，咁嘅样就唔好搏啊，又唔系一个适合嘅良机。咁同埋咧，琴日林 Sir 你讲个瑞星啊。咁啊，又真係跌咗落嚟。咁啊，今日我哋個策略點樣做會好咧？嗱，琴日我哋都預期咧話，即係咧初初跌300-400點嘅時間咧，就唔好搏，除非即係跌足600-700點。咁琴日嚟講，最低嘅時間咧，曾經係多過700-800點嘅。咁所以琴日嚟講啊，跌咗700-800點之後咧，就形成咗一個咧比較吸引啲嘅低位賣嘅。咁你睇翻琴日個股市嚟講咧，美國咧就係升翻啦，道指升翻成190點咧。咁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咧，佢科技股方面嘅納指咧係倒跌嘅，跌得28點嘅。咁因為始終都有美國嘅大證券行咧都講到咧，就係話呢個未來科技股嚟講咧，都係個表現咧應該嚟講係會較差一啲嘅。咁所以你睇翻琴日蘋果嗰個股價咧，喺前日大跌差唔多7% 之後，琴日繼續跌成2.8%嘅。咁即係話兩日嚟講，整日蘋果都跌得差唔多接近10% 咁多嘅。咁所以你睇得到咧，就係琴日咧我哋所講嘅，就千祈唔好點嗰個瑞星科技2018咧。的而且確咧，琴日嚟講即日咧就真係跌穿咗成62蚊呢個水平㗎啦。咁啊琴日蘋果宣布話咧，就話佢抽起咗一款嘅蘋果手機咧，就係停止呢個降產。咁影響到咧，就係話嗰嘅款嘅手機嚟講，有機會嗰個生產嘅數量咧，有可能會跌2%-2.5%咁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消息繼續發酵咧，有機會令到今日嚟講咧，瑞星嘅科技都係會繼續受壓嘅。即使今日港股嚟講係反彈啊，咁瑞星科技嚟講，因為呢個係同蘋果方面嚟講咧，嗰個業務來往係最大，同埋蘋果亦都係佢係最大嗰個客户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係必然會受影響。咁所以今日嚟講咧，大市即使係會有反彈都好，都唔好追呢類股份，同埋個別嘅汽車股份，譬如例如吉利汽車175啦，因為琴日嚟講跌成5-6-8點嘅時間咧，吉利方面嚟講咧都係頂住咁樣好温和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日嚟講，如果大市反彈翻嘅説話嚟講咧，有機會咧就係托住吉利汽車嘅力量咧，有機會係減退咗。咁所以咧，汽車股同埋呢啲咁嘅手機科技股，今日嚟講咧都要避一避佢，唔好咁快鬧貨住。今日就应该咁讲句，今日就汽车股、科技股咁啊受影响，受外围影响啦，系咪？唔好留货住。咁我哋咁啊，除咗唔好留货住嘅东西啦，嘅股票啦，咁边啲可以留到咧？暂时嚟讲咧，你哋睇到琴日嚟讲嗰个股市下跌咗咁多啊，咁有个别嘅内房股嘅股份咧，跌幅都几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內房股如果今日嚟講冇乜點反彈咧，嗰啲咧都可以後吸納嘅。咁但係如果彈嘅時間嚟講咧，就唔好去追佢，因為我只覺得今日嚟講，港股嗰個大市咧反彈個幅度應該唔會太大嘅。最重要就係因為琴日咧，你睇到美國嗰、那個兩年期嘅國債嘅息率咧都係上升咗啊，上升到2.922咧，佢係呢一個升到去2008年6月以來嘅最高位啊。咁所以咧，對於美國未來加息嚟講咧，都係繼續存在一定嘅壓力。咁對於港股方面嚟講咧，如果美國嘅息率上升咧，對港股方面咧都始終有一個壓力嘅作用。所以即使美股琴日升成190點都好啦，我自己覺得咧，今日嘅港股方面嚟講咧，升幅咧就算係有咧，都係少過呢一個幅度嘅。即係如果今日咁講句，其實今日個策略係內房股可以趁低留下啦，係咪？咁但係港股又盡量避。如果唔升嘅時間就係、是。咁但係而家內房股你睇翻我睇翻都而家開始，譬如收紅基都升緊0.幾啊，中國海外發展又已經係升到1.幾咁樣嘅咯，有啲係。光恒大又升到1.55喎，都開始有啲升幅喺度啦，已經係。係啊。咁啊，頭先我所講就係，當佢唔升嘅時間你要買嘛，你唔好話等佢一開波升啦，你又追入去，呢個係你嘅選擇嚟噶嘛。係。即係我哋睇得到邊一類嘅股份係吸引，咁啊講明咗話俾你聽，唔升嘅時間咧，
就先做好買。咁但係如果你選擇升嘅時間追咧，咁啊呢樣嘢咧就係另計嘅呢樣嘢。明白。咁即係睇翻個大市嗰個走勢翻啦。其實今日最主要都係都係其實都係，如果個揾翻個板塊係，應該咁講句，睇翻個大市，其實大市就如果大市就衝得一開始就衝翻上去嘅時候，其實都今日都係唔好搏一搏，唔好搏住喎，應該係嘛？係啊，因為就話俾你聽係嗰個美國嘅債息上升啦，兩年期債息升到呢個2008年六月中以來嘅最高水平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對港股咧，對港股嚟講嘅息口係比較敏感啲嘅，息口一上升咧，港股咧自然個表現咧係差過美股啊。咁今日個如果咁情況的話咧，其實睇翻啦，其實會唔會係應該我頭先睇個道指又升緊少少嘅，又係咁啊。如果咁講句，今日硬少少，如果恆指再回翻落嚟，咁啊係可以再趁低吸納內房股咁樣走勢，係咪咧？係啊，如果內房股譬如話冇乜升嘅説話嚟講咧，我覺得都有嘅直播率嘅，如果升就唔好追啦。明白明白。好啊好啊，咁啊今日都好清楚啊，林 Sir 講得，咁啊聽日星期三就阿 Kelvin 啦，咁啊禮拜四同阿林 Sir 再傾偈啦，咁啊林 Sir 頭先講過啲股票有冇持有相關以上權益？啊，暫時未有持有嘅。暫時未有持有嘅 ，OK 好，咁啊多謝林 Sir 先，咁我哋禮拜四同林 Sir 再傾偈啦，好 ，thank you 林 Sir， 拜拜。